21日，黎明、李克勤、苏志威及林子祥中午12时许从马来西亚返港，被问到军回登台期间有歌手被拒出席活动，对此大家都不予多谈。李克勤只表示自己歌手的身份是跟合约办事。我哋咧就系歌手，就系根据翻公司俾我哋嘅合约，我哋签咗落嚟要做啲乜嘢，我哋就会去做。咁我哋只支持音乐。OK， 唔該曬。但我見到咧，佢同我翻落機嘅時候咧，都好似唔係幾開心咁嘅樣。喺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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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。有咩問題？唔係發生咗啲唔開心嘅嘢啊？冇嘢唔開心。嗰邊啲民眾點啊？反應？提到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与熊黛林七年情告终，黎明立刻京剧王上身呛声记者。陈升同阿 Lily 分手啦，你又咁啊搞到我呀？人哋感受，你问我感受，真系唔好玩我。